触控省水阀，传统水龙头外加配备，大大节水。用外加的省水器的话，可以把它的效率提高到48以上。来到卖场，架上五六十款水龙头，但通过省水标章认证的却只占1/3。一般省水龙头的话，基本上的话可以省15%到30%的水量。这一个的话是比较密，然后这一种的话是比较多。滤水片比一比，答案呼之欲出。而每年平均水龙头销售量超过50万个，当中感应式和自闭式占5万左右，常见于公共场所，高使用率成了水利署第三波率先纳管的省水水龙头项目。那现在正在跟厂商进行座谈沟通，我们想了解厂商他的技术能不能达到最新的要求，以及我们也想知道厂商他的库存的这个状况。省不省水一看就知道，其实只要一个筷子的流量就够用。抗旱非常时期，法规源头纳管还有一段路，节水却迫在眉梢。大爱新闻萧世杰、李明华台北报道。